我喜欢跟小孩打篮球，教他们打篮球，因为我觉得，有很多小孩没有最好的教而 coach 教导，所以，我小的时候，碰到三个很好的教练，所以我 you want to help them? 我要帮助别的小孩。Okay. NBA 中有没有你自己的偶像呢 ？Idol. 有一些我很喜欢 LeBron 跟杜兰特，我也喜欢我的 teammates。队友 Stephen Curry、Monte Ellis 他们我喜欢看他们打，他们会教我很多东西。OK。当今 NBA 里面最优秀的后卫球员是谁呢？Who's the best? 我觉得是 Chris Paul。